国父今天特别邀请新兴创业团体来做开场的表演。国父甲环球科技大厦准备10号要举办一场新创就业博览会，欢迎新创朋友踊跃前来参与。我们在5月10号在环球科技大学在校园里面呢，我们举办了这个身心障碍者就业的这个博览会啊，不但是要提供给我们的这个身心障碍者以及这个厂商有一个直接面对面的一个接触，也同时呢能够提供给一般的民众，包括这个应届的毕业生，他们都有求取一个职业的机会。这项新创就业博览会总共有60间厂商参加，拢总提供400个工作机会。李志宏指出，婚礼馆大约有5万多位新创朋友，其中一半以上有工作能力，来当安排伊工作，会当减轻真侪家庭的负担。那这一次一共募集了大概有60位的厂商，提供了400个工作的机会。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记者会的一个发布呢，能够让我们的市民、县民朋友们呢，能够踊跃的来参与。那云林县的人口差不多9000多万，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呢，达到有5万出头的哈。这个5万出头的身心障碍朋友里面有将近一半以上，看起来多啊，他们都是具有劳动力的。对国会的协助，身心障碍团体也拢表示肯定和感谢。在咱婚姻馆的身心障碍者吼，伫咧就业这个方面吼，一路行来受着足大的困难，但是经过咱婚姻馆政府咱劳工处吼大力的职业训练吼，大力的推动一挂庇护工厂、和身障者吼，有一个就业机会吼，这会使讲吼，对身心障碍者吼，一个真大的帮忙啦。这场就业博览会要开放，让世界民众参加，有想要找头路的人，10号迄天也会使前往参与。记者李炳伟采访报道。